苗飞的头上有一个肯定猫，尼姆的头上有一个大耳狗。伙伴们，今天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原来在刚开始的时候，苗飞头发上什么东西也没有，不信你们看，啥也没有吧，他头发上没有凯蒂猫。后来我研究了一下，原来凯蒂猫本来是一个小宠物，苗飞把它变成了一个发卡给再戴了头上面，对吧？伙伴们，有人和我说，尼姆头上的大耳狗可以和苗飞头上的凯蒂猫一样，它也可以抛弃主人自己单独跑开，这是真的吗？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可以分离吗？我觉得不可以，你们觉得可以吗？伙伴们，这个粉丝说要把时间改到游戏中的零点，不过没关系，伙伴们，咱们今天不用等，咱们在的是创造模式零点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是零点，对吧？然后必须要放八个火把，一边放两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火把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要站在虚空的中间位置，伙伴们，这不是中间位置吗？在这里念三句咒语。好嘞，伙伴们，现在我们试一下吧，跳入虚空。他说这个原理是小泡沫跳进虚空不会狗带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吧。伙伴们，我闭着眼睛，你们看分离了吗？哈，我可没看。分离了吗？分离了吗？分离了吗？他说我睁开眼睛他就会回来，我现在没睁眼睛。他们分离了吗？